为什么你煮的银耳时间长还不出胶呢？准备好笔记，今天我来教大家银耳清水浸泡，加少许淀粉，吸附里面的灰尘，再浸泡一小时，撕成小朵，放入锅中加足量清水，大火煮开后关火焖15分钟，再煮20分钟就出胶了，出胶后加冰糖，枸杞就可以了，赶紧收藏试试吧。